你好，我不是矮幼哥哥，我是巨胖叔叔。你怎么啦？我生病了，那听一下矮幼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。那呢，好不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是公主病啦。自打我进宫以来呀，就独得皇上恩宠。这后宫佳丽三千，皇上就偏偏宠我一人。于是我就劝皇上一定要雨露均沾，可皇上啊，非是不听呢。皇上啊，就宠我，就宠我。你说叫为奴的情何以堪呀？开心吗？开心。笑。说。呀，姐姐在呢，给姐姐请安了。起来了。谢姐姐。是是。谢姐姐。妹妹，几日不见，有些憔悴呀。姐姐好眼力呢。这不嘛，昨夜晚得皇上召见。批阅奏折，这一夜未眠呢，我这身体呀，真是乏累呢。公公，你听他说什么呢？回娘娘，昨夜是老奴一直陪伴皇上，未曾见过这位。那就是前天晚上了。前天也是老奴陪伴，大前天，大前天也是我陪伴。你都哪天没在？这么欠呢？我说哪天就哪天得了。哟，脾气这么暴躁，奴才眼拙，这是哪位妃子啊？咖啡。他又是。